过你会当甲你厝内底人一家团圆，不过我的人生，阮爸对我的袂谅解。亲人是我最后的底线，我对不起。无代表你会当伤害阮厝内人，会当去伤害阮爸妈，甚至差点害死我的后生。杜晨，敢伤害阮妈？哈，我讲过啊，有啥物代志针对我就好。我的手机啊，即马怎么发烧？你即群人暴露的哦，叫大条。啥？你敢甲伊讲好啊？少峰讲，因为着要保护家人，保护我，即马要去阿方志仔的脚骨讲断。我是无可能让你伤害我厝内人的。放手！放手！老陈，我破气，还搁去包着火。我到退代志，甲方世杰因妈无关系。跟乌马上无关系。文志啊，小凤，安排你过一大年假。太好了，人未输你独立性命。还佫有谁会用这种垃圾布？恁大家甲恁后生一定甲我听破面啊！啊，不过我是真心想要甲恁大业集团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若是恁大汉无人哦，即时用突然间发生甚物天灾还是人祸，不知恁两位会安怎想啊？妈，这当寿命是承恩特别交代，伊希望你吃了吼，会当平安活百日。谢谢你，会当甲你厝内底人一家团圆。不过我的人生，阮爸对我袂谅解。亲人是我最后的底线，我对不起。无代表你会当伤害阮厝内人，会当去伤害阮爸妈，甚至差点害死我的后生。杜晨，敢伤害阮妈？哈，我讲过啊，有啥物代志针对我就好。我的手机啊，即马怎么发烧？你这群人暴露的哦，叫大条。啥？你敢甲伊讲好啊？少峰讲，因为着要保护家人，保护我，即马要去阿方志仔的脚骨讲断。我是无可能让你伤害我厝内人的。放手！放手！老陈，我破气，还搁去包着火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